一个礼拜的开始，赶快要来关心天气变化了。先要告诉大家，这个礼拜呢，可以用礼拜四来当做一个分水岭。礼拜四之前呢，这温度上是比较冷的，但是礼拜四之后就会开始回暖。但讲到在今天，先要提醒的是北部还有东半部的民众，你出门要记得带上雨具了。透过卫星云图就要来看到，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，这一道微弱锋面通过，再加上大陆冷气团南下，其实整体来说环境水汽是比较多的。但是对于中南部影响不大，但是北部地区就会比较有感了。除了温度上是明显转凉，外头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雨。而透过了定量降雨，就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包括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地区，再来就是恒春半岛，其实降雨是明显增加的。而当然在花东地区呢，可能是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发生。而另外包括了北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，则可能也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。而讲到其实在今天、明天这两天呢，会是这个礼拜水汽最多的两天。而在今天呢，主要是受到了锋面影响，而到了明天呢，则是因为华南阴雨区东移，所以预计要到礼拜三，整体环境才会转为是干冷的天气形态。而在温度的部分，我们就要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室外温度了。其实在今天受到了冷空气南下的影响，我们要先来看到目前在北台湾的部分，大概温度是在17度左右。而另外在南部地区呢，可以看到是在20到22度左右。而另外在花东地区，目前在花莲来到了20.2度，而在台东的部分则来到了21.8度。其实在今天呢，北台湾的温度会是明显转凉的，其实一整天的温度呢都会在17到20度之间。而其他地区呢，早晚是感受上偏凉，那么低温大概是19到21度，但是白天的高温是可以来到25到28度之间。感受上是温暖舒适的，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哦，其实在今天入夜之后，全台各地的温度都会进一步的再往下下降一些些。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礼拜的温度变化了。整体看起来真的就是用礼拜四来当做一个分界点。其实在上半周呢，其实温度上是比较偏冷的，但是下半周开始呢，就会逐渐回暖。而讲到呢，其实在礼拜四之前呢，最主要就是受到这一波大陆冷气团的影响。那么现在也预估呢，其实礼拜三到礼拜四清晨这一段时间会是这个礼拜的最冷时刻，包括呢北部的低温是有可能下探11度的。而如果到时候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的话，空旷近山区平地当然温度就会更低一些。而到了礼拜四的白天开始，其实这波冷气团就会逐渐减弱了，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温度上头呢，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的回暖。那么也预估呢，到了周末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了。而在今天的气象小叮咛，就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这个礼拜一开始感受上是会有点冷的，尤其是在今天入夜之后，全台各地的温度都还会再下降。而如果说你在这几天有计划要去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，就要特别提醒哦，早晚低温要特别小心，记得要做好保暖工作。不过庆幸的是，西半部降雨不会很明显，只要注意明天，因为水汽比较多，可能会有点飘飘雨了。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。